小光，阿衍刚出差回来，怎么不休息就出去应酬啊？公司的资金现在很紧张，他简直是在拿命换钱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这由我照顾。还是我来照顾他吧。没事的，我可以。好吧，那衍哥要是有事找我的话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嗯。喝了这么多，不难受吗？不难受，别管我。天空的事，我都知道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啊？啊？食品？我要食品啊！服务员，开食品。你喝多了，快休息吧。我没事。我没醉，杨总说我喝一杯就借我100万。你到底喝了多少？5000万，我喝了整整5000万。我确定着呢，我没喝多，一天5000万，2个月后我就30亿。30亿啊！你真的不要命了？命！我现在只想保住盛海的命。我的命是什么？不在乎。可是盛海现在都已经有这么大的家业了，你还那么拼命干嘛？盛海有什么钱？盛海就是一个空架子。我真不知道我爸这些年是怎么撑过来的。爸，你厉害，我服你。哎，啊，对不起我爸，我不能让我爸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盛海就这么毁在我的手。对不起，我爸！你喝多了，快躺下吧，躺下吧。